你别骑了，我骑吧，一样的。哎，蝴蝶，蝴蝶，凤尾蝶，唱。凤尾蝶，和那些和那和温的女婿。哦，小羊。要不我们搞一只回去吧？可以，交给我。要不咱们带一棵橘子树回去吧？可以，郑总给你安排啊。葡萄疼吗？要不带走一点。这花还挺好看的嘛。要不养点吧？养。什么都养。这里是什么？要不我们带走一点。哇，我害怕他对我说两个字。要不他是一个经常会天马行空的人，一天可能有很多的想法。